这个是狮头，我晓得不？一个可以长二三十斤的，现在还吃不定。你想吃的话，我会给你弄嘛，好不好？走嘛，现在就去弄。老婆要吃鹅掌哈，那东西真的太难得找了。今天我用那个鸡掌来代替。婆娘，那个鹅掌外面真的不好买呀、啊，我们就在卖那个鸡掌，你跟朋友们打个广告，试一下嘛。味道如何，婆娘？还有最香香脆脆的，麻麻奶奶的。我们那个黑鸡就好，都是养了一年成鸡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，特别的脆，而且手工全都过的，家里面大人小孩都放心吃，而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我吃给你看。喜欢吃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面小黄车，赶紧去拍。